大家好，我是我今天要带来一期，还是我重新回来跟乌克兰的一期视频，然后我们继续。你什么时候这么飘了，兄弟？然后最近我也是一直撸某个游戏，大家都懂的。我俄罗斯那期发现自己又火了，很奇怪。然后我们结束这回合，我差点都忘记这里有个国家了，好久都没有玩了。话说，我目前跟你合约，我们要去打南非。因为南非比较那种很骚，对吧？我突然发现我们这里有点啊，可恶，好久都没玩了，都不习惯了，说是。我记得那个玩某款文明时代二的时候，我就是外交就是拼命的那种，拼命的那种。美国目前先别，然后我们先跟南非签一下这条约。南非我们不打了，这个我们也签一下。别问我为什么，南非就是不想打的。又开战了，那随便吧。目前不要跟美国开战。美国不好打。这边都被你打破了耶，兄弟，不错了，有技术含量，我喜欢。美国要开战的节奏啊！美国爽歪歪，好，美国跟我们玩，走起走起走起，是时候要给美利坚这孩子上一堂课了。好了，不是上课，回家耍。算吧，那好，这期视频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然后我有些事要做，那就拜拜。